讲话的人八岁，找到大最强装备。也许我们捂上眼睛，就不怕装备再次归零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宝哥，宝哥，嫂子到底有几个？当装逼失败，大家一直在嘲笑你，可你却故作镇定，讲着大道理。你不曾知道，真因为有这一个你，陪着我们度过孤寂夜里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太多话语放在心里，我们一直听你。